讲一些简单的开始哈，内观这个名词呢，我们都听说过啊。那么这个内观呢，就是往里一看的，是吧？不要往外看，叫内观。那我们呢，就把这本书讲一下，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这不一个晚上把它讲完啊，真是。 我们先讲一个名词，叫业。啊，业呢是造作的意思啊，就是行为。嗯、啊，身业、语业，也就是口业，还有意业，三业都有造作。那么呢，身体和语言呢，都是意业来推动的。那么的意业到底是哪个在动呢？啊，就是哪个推动的意业呢？ 我们这个心呢，意业有分四个部位，心有四个部分组成，一个是识，一个是想，一个是受，一个心，是运。那么哪一部分是造业的这个运呢？我们知道，那这个识运呢是了别、了知、认知的一个作用啊。想运呢，那、呃、只是呃变相的作用啊。想运呢。 第六识的响应呢，它还有这个起概念啊，因为想嘛，第六识的响应、嗯，它还要想象一些意境啊，然后会起各种幻象、独头意识这样的哈、啊，就是这样各种境界。前五识的响应呢，也是变相的作用，它也不造业。那受益呢，只是感受啊啊，先有受才能想了、啊。 那么呢，这是感受啊，这三种受，嗯，这三者都不造业，但是呢，心开始啊、呃，升起习性反应，习性反应呢，就是啊、呃，就是我们说的习惯性的反应，就是行运，就由被动转变成喜爱或者厌恶，啊、呃，新的习性反应呢，带动新的连锁效应，连锁效应开始升起，就是习性反应。 啊，就会形成一系列的连锁的造作运动啊。所以佛陀说过，任何痛苦的升起都起于吸性反应啊，吸性反应。如果所有的吸性反应止息了，那么所有的痛苦呢也就止息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嗯止息这个吸性反应啊。那么止息吸性反应呢，这个吸性反应呢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这个不断的熏习造作。照 然后熏出来的，啊，就不断的造业，这个业不断的造，啊，慢慢的就会不断的增强这个习性，习性是在造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增强的。那么呢，我们一般来的最最常见的习性反应是吧，就是贪求、贪爱，啊，还有憎恨，啊，怀疑、嫉妒、傲慢啊，这些等等，各种各样的。 啊，习性反应。那么，习性反应呢？呃，不一样。那么，佛陀说过，呀，有些习性反应呢，就像在水面上画过的痕迹，画过一样，立刻消失；有些习性反应呢，就像沙滩上留下的线条，早上画了，晚上呢，啊，随着浪潮和海风消失无踪；另有一些习性反应呢，就像用镯子或者铁锤深深的刻在岩石上。 虽然刻印也随着岩石的剥蚀而消失，但确实要花漫长的岁月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习性反应呢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那么呢，我们修行呢哈，就是说可能、呃，随着我们那个修行的深入啊，我们还是要行动。你看，我们还是要去做事情、起作用。那么呢，佛陀呢就说呢，随着我们修行的深入，我们这个习性反应呢，就越来越像水上画画一样。 不留痕迹，那么这个也可以说，这个也算是一种。说是它是说它是习性反应的话，到了最后就不算是习性反应了。修行到了比较高的境界，虽然也算是习性反应，但是它不留什么痕迹了。到成佛的时候就不叫习性反应了，它是愿力的一种表演啊，就是作用，就是哎，那就已经不是习气了，嗯、哎，它已经是。 就是吸性反应已经已经完全没有了，因为吸性反应的程度不一样，痛苦的深度就不一样，对吧？如果你的吸性反应就像桌子和这个铁锤这样岩石上这样刻的话，那你的那你这种人就造的业就是一定是会带来剧烈的痛苦啊，长时间的痛苦。那么呢，看你自己呢？看你怎么。同样一件事情，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 那我们修行呢，就是要逐渐的减弱这种这种执着啊，就是做事情的时候，每个人的执着程度是不一样的。越执着呢，那么留下的痕迹就越深啊。那佛菩萨呢，也起作用，哎，但是他没有任何执着，所以说痛苦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执着啊，习性反应里面带着执着。啊那佛呢，成佛以后就没有习性反应了。 虽然它起作用，但是它是不是习性反应？它是愿力的一种自信的妙用，所以不叫习性反应啊。习性反应就带着业，因为习性反应就是不由自主的，叫习性反应啊。就是这个业的力量，这个业习在起作用。那么呢，它就一定会有苦。所以我们修行呢，就是为了止息这个苦，是吧？哎，仔细这个苦啊。 哎，这修行也没有什么啊，仔细苦。那我们就是从这里下手呗，啊，那就除习气呗。除习气，我们有很多的习气，啊，我们还有无名，啊，刚才说的无名的反应，习性反应里面还有我知，这个我知是最大的习性，最根深蒂固的这个习性反应，就是我知，时时都在执着。啊，人我知，法我知，是吧？还有因人我知和法我知带来的，呃，各种烦恼，还有烦恼障，还有所知障。 这都属于习性反应，啊、呃，严格意义上都是习性反应，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不造这个业，啊，不造业呢，从哪里开始修呢？首先就是要就不要去增长自己的这种恶习，啊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能够静得下心来，破这个无名，啊，去除人我之。嗯、呃。 然后呢，就可以开始修了，就开始修内观了，是吧？嗯，因为你一开始已经有无我的智慧了。那么，什么是内观呢？就是觉知。 以平等心就是内观，这里提到两个，一个是觉知，二是平等心。那么你要是没有觉知呢，那就是无明了，啊、嗯，啊、嗯，没有平等心呢，那就是还是有我执了。所以说，必须要打破我执，才有觉知和平等心，是吧？你没有打破我执，你怎么可能有觉知和平等心呢？你的时时都是自私的心，是执着有我。 对吧？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那个不叫平等性，平等性是无我了以后，那么呢？你再观察自己的身心，这个身心呢、啊，这个五蕴，那个时候你观察的时候，你是平等性，就像科学家观察那个动物世界似的啊！你看科学家趴在一个地方，还趴几天几夜，甚至几个月趴在那个地方，用仪器拍摄这个自然界的事情啊，非常认真啊！他们平等觉知。 是吧？你观察的时候，你肯定要觉知，不觉知怎么观察得到呢？所以，我们内观就是坐在那里观察自己。我们自己的身心呢，就是一个动物世界。啊、嗯，高中的时候做过实验没有？读过书哈？你们都读过书吧？在实验室里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、嗯，我们都很认真，也很觉知，也平等。就是说，做实验的时候，我们没有贪嗔痴在里面，是吧？就是很严格的。 啊，按照那个实验的要求去做啊，观察的这个实验的现象。那么我们修行也是这样，端坐在那里观察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还有我执，往里观察。那么呢，要有觉知与平等性。那么首先就练习这个两个东西啊。如果能够同时练习觉知和平等性啊，那么从痛苦中解脱。假如其中一个较弱或者缺乏。 就不可能在解脱之道上有所进展。啊，这个觉知和平等心呢，两者缺一不可，像鸟儿需要两个翅膀飞翔一样。所以内观者呢，必须同时培养觉知与平等心，才能在修行的正道上向前迈进。我们必须能够觉知到整个身心最细微的本质。要达到这个目的。 仅仅专注于身心的表面现象啊，身体的动作呀，或心理的念头是不够的。你看，我们能观察到的就是身体的动作，是吧？还有心理的念头，这个是不够的，这还是表面现象。我们必须对前身的感受培养觉知，并且对这些感受呢保持平等性。啊，这觉知来了，是吧？你打坐腿疼了，或者心里面的感受很多。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烦恼的时候，心里面就会就会上火，是吧？心内心就你隐隐约约的感觉到那个火在心中烧，欲火啊，呃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只要贪爱升起来，不管贪什么，你会发现心就不平静啊。嗔恨心升起来，那个嗔火那更是猛，更猛啊。那个那个火两种火还不一样，一种火是红的，一种火是绿的，贪爱的火是红的。 狠狠的火是绿的，绿火没见过绿火，冒绿光啊！如果没有觉知，却缺乏平等心，那么对各种内在感受的觉知愈强，对感受就会越敏锐，就越可能起习性反应，而因此增加痛苦。你看到没有？你的觉知很强，但是你缺乏平等心，就会更加痛苦。 啊，因为你有我知啊，你没有平等心。你这虽然觉知道了，但是你那个时候增加痛苦啊，因为习性反应很明显。因为你身上的微细的那个感受你都觉知到了，那你就马上起习性反应啊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有了平等心，却对自身的感受一无所知，那么这种平等心只是表面的，隐藏在心中深处的习性反应呢，仍持续不断的进行。而我们呢？ 却浑然不知，啊，就是说你的觉知力不够，深度不够，啊，你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觉知感受，啊，定力不够深。因此呢，我们应该在心的最深层同时培养觉知与平等心，要对身体内发生的一切能保持觉知，并且不对它们升起习性反应，了解无常变化的特性。 那么你要保持的话，就得一个是练习了，练习，觉知是练习定力，啊、呃，平常心是练习无我的智慧，是不是啊？你要练习无我的智慧啊，你才能有平常心、平等心啊，不是平常心、平等心啊。那么，呃觉知呢是定力，靠定力来练的啊。你的定力越深，那么呢，你的觉知能力就越强，关照能力越强啊。所以说，定慧都得有。 所以，他其实说的这个，呃，其实就是定慧啊，定慧等词嘛，是吧？你要是定力太深了，没有智慧，那不行啊；有智慧没有定力也不行。呃，讲来讲去还是这个东西，又回到定慧上来了。真正的智慧就是对自身本质的了悟。那么我们开始呢，就是啊，通过学习佛陀的教法来了解自己的身心啊，先通过教理，然后呢？ 再透过直接体验内在深处的真理而得到了悟，所以说先要学习圣教量，然后是啊限量啊限量见。那那个学习教理的时候要用比量来了解佛陀的教理，嗯，然后最后呢就是要限量，就是直接体验叫限量。那内在深处的真理，就往里看，往里看啊，我们修行就是这个东西，没有别的东西啊。 那你看不清，你要是看不住呢，你就要，啊、呃，一个是多练定力，一个是多听闻，如实观察实相而升起的智慧。有了这样的智慧，就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任何一种身体上的感受，都会让我们升起对无常的体认。啊、呃，所有贪爱嗔恨的习性反应都止息了。我们学会如何客观地。 观察实相，而不再为自己制造痛苦。所以说，修行人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科学家，是吧？是，啊、呃，你就是道理懂了以后，你就开始天天的去做做实验一样的，天天做啊，把自己的身心当做一个啊最精密的这个实验室啊，这是个精密的实验室哈、啊，精密仪器，它是一个，你就是观察它所有的运转啊，起心动念啊，然后内心深处的。 啊，这些习性反应，还有这个执着，你都要看见它。刚开始就练习觉知它，知道它是这个没有自信的，大家也要了知道啊。所以教理不懂也是不行，你不教理不懂，无名心就没有没有智慧呢，你就没有平等心。啊，你不可能平静的下来、啊。你只有有智慧了，你的心才会平等。那个平等呢，就像。 呃，就是你心很寂静，然后呢，观察身体的啊、呃，内心深处的每一个感受，还有心念的深处的潜意识里的那个心理的变化，啊，动念起心动念，嗯、呃，如果你的根基再好了，你就可以不看这个了，直接看起心动念处啊，那根基很好，你都没都不看这些什么觉受了，什么心念了都不看了，直接看那个念头念头还没起的地方。 念头都不起来以后，那个禅宗祖师直接看念头起初啊，念头起初，一出来就看见了，啊，这个觉受都都是属于心念的一部分，觉受哈啊，身体的觉受也是属于心识的一部分，呃，你都看见了，啊，念头起初，来往里看，再往里看，你是看着看着也，呃，让它起让它灭，随起随灭，慢慢的这个。 习性的反应呢，就止息了。习性反应呢，它是会起的，但是你要刚开始起的时候是很强的啊，因为我们过去太执着了嘛，嗯，你的习性反应都是执着性很强，所以先要慢慢的练。它每一次来，就像海浪一样的，每一次来它都,都，哎，你不理它，它就弱下去了，弱下去了，退下去了，退下去，它再来又很猛烈，又退下去，又退下去，这样我修行呢，一点一点的这个。 哎，慢慢的就风平浪静了。啊、呃，修行就是这样子啊。过去习性反应的累积，啊，保持觉知以及心的平衡，是停止制造新的习性反应。这就、个、说的很清楚，先停止啊，停止制造新的习性反应，新的痛苦方法。 但是我们必须好好的处理痛苦的另一个层面。从此刻开始，我们不再起习性反应，就可以不再制造痛苦的起因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积累了许多的习性反应，也就是过去所有习性的总和。即使我们不再累积新的习性反应，过去累积的旧习性反应仍使我们痛苦。啊，习性反应这个词可以解释为形成。 嗯、呃，它包含了形成的过程以及性所形成的东西。啊、呃，每个习性反应都是最后一个步骤，是一连串心理运作过程的结果，但也可以是第一个步骤，是新的心理运作过程的起因。每个习性反应不仅被前导的心理过程所牵制约束，同时也牵制约束后续的心理过程。你所谓的习性反应就是业力。 啊，业力在起作用，业的力量启动了，嗯，夜习嘛，习性就是夜习，夜习开始发动，非礼作义，啊，就是习性反应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非礼的这个妄念啊，非礼就是妄想了啊，我们妄习了，那么就是他就开始作意啊，他开始作意，那过去的习性反应呢？ 呃，成了我们试图了解新经验的参考点。我们根据过去的盲目习性，将新的经验予以评判归类。如此一来呢，贪爱嗔恨的旧习性反应呢，就影响了我们对当下的认知。我们无法看清实相。啊，你很清楚，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，你就看不清实相了。啊，过去的习性反应以及个人的喜好偏见。 扭曲模糊了我们对外在世界以及内在世界的认知。这种扭曲的认知，一个原本是中性的感受，立刻立即摇身一变成为愉悦或者不愉悦的感受。而对这个感受，我们又再起盲目的反应，因而再制造新的信心，继而扭曲以后的认知。就这样，每个盲目反应成为下一个盲目反应的起因。 啊，所有的反应呢，均被过去的习性反应所制约，接着又制约了未来的习性反应，如此周而复始，循环不已。这个就是慢慢的就形成了巨大的轮回啊。习性反应行啊的双重作用，在十二缘起中、嗯、说的很明白，十二缘起中的第二部分。 嗯就是、啊，就是习性反应行啊，就是行啊，无名缘行的这个行，那就是行也是造作哈，它是第三部分时升起的先决条件。时呢，时运呢，就是是四大心理过程啊，就是时享受、行的第一部分，而行是这个四大过程的最后一部分，排在这时运。那、啊、享运和受运之后，因此呢。 先后次序行在十二缘起中呢，会再度出现在受后面，也就是爱，就是受受以后有爱，这个爱也是起心反应。那么呢，这个最早的这个行呢，是无名缘行的，这个行是妄动，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起爱啊，只是无名妄动，嗯，他又开始造作，啊，也是，当然也是。 它那个是更深层次的啊，这个习性反应就是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的这个心。那么到了后面的爱呢，就很粗大了，贪爱、嗔恨发展成为执取啊，爱缘取、取缘有。那么呢，这三个也都是习性反应了啊，爱取有都是习性反应，他们都是造业的过程。那么呢，这三个呢，嗯，爱是贪爱，心里面。 取是去拿了，去取,取过来是吧？就是要去造作了，也是要去有呢，是占有了。那个呢，也是更是要造业了啊。那么这三个呢，都是属于习性反应。取和有呢，都属于爱的一个延伸。爱呢，嗯，它是苦苦和坏苦的范畴了，是吧？这个这个行呢，是属于行苦的范畴。那我们的习性反应，因为无名的缘故，全部是盲目的。 啊，就是无明原型嘛，所以说都是盲目的吸心反应啊，无明原型啊，所以它是盲目的。那么后面一系列呢都是啊，颠倒的啊，盲目的吸心反应，呃，制造出各种那、啊、呃，就是因为有嗯这个呃受啊受有苦受嗯啊坏苦受苦苦受，而导致这个爱呢。 贪爱、嗔恨、造业。那么呢，我们要根除旧的习性反应。在练习内观的时候，我们仅仅是去观察全身上下的各种感受，至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特殊的感受并不重要。只要了解到每个感受都是一种内在变化的呈现，就已经足够了。这种变化可能是源自于身体或心理，身心是相互依存而运作的。 很难区分。通常，身体是由许多的亚原子粒子极微组合而成，啊，分分秒秒都是快速、极快的速度生灭，啊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啊，就是分子、原子了。那分到最细就是原子我们一般呢分到细胞了，细胞再分就可以分得很细了。原子比细胞要小无数倍，啊，细胞还是很大的，原子非常小。 我们的习性反应对身心都会产生作用，然后产生各种感受，啊，就会有觉受、苦受、乐受，啊，还有更深的就是行苦，啊，这个行苦受，行苦就不是受了啊，行苦就是这种业力的作用，它它这个行苦里面没有受啊，应该说它不是舍受啊，行苦不属于受的范畴，行苦是属于行运的范畴啊。 受呢是属于受孕的范畴，就是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舍受，那么呢，这三个是受的范畴。辛苦它是这个业力的作用，不由自主，没有主宰的感觉，啊，就是完全嗯被操纵的那种感觉。它属于心里面的也可以说是心里面的一种啊，也是有感受。应该严格来说，它是很深层次的一种受。那么呢，我们呢练习内观。 那我们的身体呢？就是啊，哎、呃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知道了，心灵的吸心反应，是心是流动的、呃，念念相续，心相续，哎、呃，这样子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心相续从来没停止过。练习内观，修行者学会不再起吸心反应，在当下这一刻不再制造吸心反应，因此他不再给自己心提供新的刺激。这样来，心识之流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啊、呃，心识之流不会立即停止。 相反的，为了让心室支流继续流动，啊、呃，过去的累积的某些习性反应就会浮上心室的表层，旧的贪嗔的习性反应，啊、呃，就会升起。你看，修行的时候会这样，所以说我们说犯业样就这个意思啊。你精进的时候啊，这些过去累积的习性反应会浮出来，浮出表面。你原来观察不到的，原来是造业的时候，这个习性反应都不会起，但你现在停止造业了。 旧的习性反应就开始浮上来了啊！旧的习气啊，你坐在那里，它自己都会升起来。新时呢，因此又可能延续到下一个。这种贪嗔的习性反应会在身体层面呈现，造成某一些特殊类型的亚原子粒子的升起啊！亚原子粒子呢，会使我们体验到身体的某些感受啊！ 充分的吸气升起呢，嗯、呃，身体上有不愉悦的灼热感，啊、呃，我们谈深一慢都会让身，你要是敏锐的人，都能感觉到身体的这种变化啊、嗯。然而，不愉快的感受升起，我们能够不起盲目反应，如此一来呢，就不会制造新的吸气反应。 啊，就是我们不再起盲目的反应，就是看见它，就是所以说觉知的平等。而这个从过去累积旧习气升起的习性反应呢，就会消失而去。啊，这就是消除习气了，是吧？你看，这个我们能够就是习性反应来了，我们不随着它走啊，就是让它自己消失啊，它来了就会自己消失。那个时候你要忍得住。 因为吸气的反应来了，你会难受，然后你很想去做这个事，你很想随着吸气反应去造业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你你不能让它造，你得关照它，看着它，哎、呃，不要让它再造，啊，那我们这个时候知道，它只是个吸气，嗯、呃，不起盲目的反应。所谓的盲目的反应，就是跟着吸气跑了，去啊增长这个吸气，然后甚至去开始就是造业了。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制止止啊、呃，把它止住，嗯、呃，不让它相续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过去累积的旧习性中升起的习性反应呢，就会消失而去，啊，过一会儿它就慢慢就没了啊。在下一刻呢，另一个过去的习性反应又再以某种感受的方式呈现，同样的，我们不起盲目反应，它就会灭去。就这个地方是关键，就是你不要跟它跑，它会灭的。你不要担心它不会走啊。 它肯定会灭，啊，我们就是担心它不会走啊，苦，然后必须去造业啊，造完了业拉倒啊，造完了业这个吸气反应就停一下了，造累了嘛，要歇会儿。嗯、啊，你现在不要让它造啊，就让这个习气啊，自己它自己让它消失掉，看着它，觉知它，然后呢平等心的看着它，就这样我们保持平等心，让过去累积的旧吸气反应。 升到心室的表层，是吧？我以前说过，这个除习气啊，它必须要呈现出来，升到心室的表层，一个接一个的旧习性呢，会各种感受呈现出来，借由对这些感受保持觉知和平等性，我们得以渐渐根除旧的习性反应。啊，这个就我已经讲完了啊，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就讲完了。 就在这个地方啊，那其他的都是可以展开来讲了，嗯，就是说，只要嗔恨的啊、呃、习性仍然存在，每当面临生活中不愉快的经验的潜意识的习气，就会升起嗔恨的反应，是吧？只要贪爱的习性反应尚未根除，任何愉快的情景呢，就会产生再次贪爱。内观的训练可以渐渐的改变这些习性反应，每次练习内观。 我们都会一再经历到愉快或不愉快的感受，以平等心观察每一个感受，我们得以逐渐削弱，并且除去贪爱、嗔恨的习气。在某一个习性反应被根除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那一种痛苦了。而当所有的习性反应一个接一个的被根除之后，心就完全解脱了。 精通这个过程的圣者曾说过：“习性本是无常。”第一句话最重要，“习性本是无常，生灭为其本质。”啊，生灭是它的本质啊，就是有生有灭的，你不要担心啊，因为它每一刹那都在生灭。若其升起并被根除，就会带来真正的安乐。每个习性反应升起又灭去，在下一个瞬间又再度升起。 啊，如此循环不渝。如果我们培养智慧，并且开始客观的观察，如此循环就会停止。啊，它每来一次，它的力量就会减弱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吸心反应的力量会减弱，它还会不断的来的，它会开始会来一千次、一万次，但是呢，哎，你转移一,一万零一次，嗯，它就弱了啊，每一次它的力量都弱了。 一层又一层的旧息气，反应会升起啊！去掉一层粗的，它细的息气又会起来。去掉一层又一层啊，像剥皮一样啊，剥那个洋葱一样，剥了一层又一层，它真的是这样啊。所以说，行运如芭蕉，是不是？啊？我们说芭蕉一样，芭蕉是不是这样的？剥了一层又一层。你看芭蕉树，它是其实就像那个洋葱一样的，可能是那样一层一层的。 就是它是那样比喻，像芭蕉啊，就是像这个我们行运的，就是说这个习性反应就像芭蕉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洋葱一样，你剥了一去掉一层，它又来一层，一层层的啊，这样不断的根除，啊，能够除去多少旧的习性反应，就能享有多少的安乐，享受从痛苦中解脱的快乐，是、啊、吧？你看这个痛苦痛苦解脱的修行多好啊！ 这个是真正的去除痛苦的根呐、啊，哎，你们原来就是说这个痛苦呢，痛苦来了就是是吧？嗯，就是逃避痛苦啊，就是去寻找那种啊解除痛苦的方法，就是享乐无欲啊，那个原来的那个方法就是没用啊，就像那个毒疮一样的，你像上面抹点清凉膏那个、没用的啊，你必须把那个毒的给挖掉。 你磨磨点两口，天天磨，你磨永远都不会好。那个毒在里面。如果所有过去的习性反应都被消除殆尽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前来解脱的无限安乐了。内观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断食，哎，由此清除过去的习性。我们一生当中每个片刻都不停地产生盲目的反应，每个刹那应该说。现在呢，接着。 保持觉知啊，以及平等心，我们开始在某个片刻不再起盲目反应，不再产生任何的习性反应。无论这些片刻是如何的短暂，都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啊，因为它带动了反向的运作过程，也就是进化的过程。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觉知、呃、和平等心是很短暂的，就是你的力量很弱啊，但是没关系。 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强，觉知，有些时候你忘了觉知，有些时候又忘了平等性，啊，总是忘，不是忘了这个就忘那个，啊，然后烦恼来了，你的就心里面就很模糊，这个智慧的力量没有，起不来，所以说业力太深了也不行，还得先修忏悔啊，那业力太强了，你不先修忏悔呢，你根本就没办法开始觉知和平等啊。 开始不起来，对吧？你坐那里全是虚心反应，完全被贪嗔痴控制了啊！你智慧根本升不起来，平等心升不起来。所以这个都不容易，看上去简单，但是非常的，嗯，但是这个是修行的核心部分啊！想要启动这个进化的过程，必须真正做到无为。你看，这里做到无为呀、啊，不容易嘛。所以说，你要认识到无为，你必须要有真正的处理心。你要认识到轮回诸事无实意啊！ 是吧、啊？你必须认识到轮回的一切事情都是没有实意的，你才能无为，是吧？你真实的出离心生起来以后，你对世间任何事情你都不再感兴趣，你都知道它都是造业，都是要，都是轮回啊，没有意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确确实实不再升起任何新的盲目反应。这个无为呢，就是再不造作了，啊，不造心不再造作，啊，什么都不干了。 就是保持觉知和平等心，你就成功了。那难了说起来容易，无论要经历到什么样的感受，不管你经历什么感受，有多么痛苦，哪怕在地狱里面，啊，你得保持觉知和平等心，啊，哎，上刀山下油锅，你能保持吗？不容易啊。嗯，其起因为何？啊，不管是起因何,何，我们只是以平等心观之。 呃，如同点亮一盏灯，就能驱除一时的黑暗。觉知与平等性的产生，就自然能够清除旧的习性反应。佛陀讲过一个故事，关于乐善好施的人，但在故事的结尾下了一个结论：啊，即使他做了最大的布施，若他能够以恭敬心归依觉者、正法、慎重，其功德将更加殊胜。即使他能如此。 若他以恭敬心持守五戒，其功德更加殊胜。即使他能如此，若他能在短如挤牛奶的时间里培养对一切众生的善念，其功德更加殊胜。即使他能如此，若能在一坛子的时间里培养对无常的觉知，其功德更加殊胜。啊，一个比一个殊胜啊。 也许修行者只能在一小片刻中觉知到身体的各个,个感受的实相，因为他了解瞬间生灭的本质，所以能够不对他们升起盲目的反应。即使是如此短暂的片刻，也会有极大的效果。所以说，耐心有恒啊，就是慢慢持之以恒，持续不断的练习，保持平等性的短暂片刻会逐渐延长。 就是我们说的刹那定，对吧？就是刹那间你能观到这个啊、呃，保持一下觉知和平等心，看到了你的啊、呃、细心反应啊，你那个刹那间的觉知和平等心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体验到了，然后不断的去增加这个刹那啊，刹那刹那就有点就变成线了啊，刹那刹那慢慢的就相续起来。 刚开始你只能刹那刹那，就是一点偶尔闪现一下，就是偶尔刹那间能够保持啊升起觉知和平等性，但是呢，持续不断的练习，保持平等性的短暂片刻会逐渐的增长，而盲目反应的片刻呢会慢慢的减短，渐渐的不断起反应的心灵惯性会被打破啊，你原来的那些。 惯性,啊、惯性的，惯性反应、啊，那就坏习气啊！他、哎、刚要升起，你马上这个觉知就啊，看着他，啊，像老鼠洞、呃，戴着一个帽一样、啊，只要一出头，啊，你觉知就在那里。旧的习气会被根除，直到有一天，啊，不再有任何过去或现在的盲目反应，心也就由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啊，这个就是《大念住经》里面的一部分。 这是它的核心的那一部分。当然呢要讲的话，还要讲你接定会，那种啊，培养这个大正道。所以说这个不是那么简单，这大念珠经不是谁都可以修得了啊。哎，对要有很好的文师，啊，就是要有升起无我的智慧了。然后呢，无常观呐、啊、苦观呐、啊、无我观都要修得很好了，才能修内观了，就可以修了啊。因为看到无常了。 啊，看到观到无我了，嗯，平等了，啊，再不执着这个我了，不执着我的话，你的心就会平等。你对这个内心的这个贪嗔痴一脉，你再不浇灌它了，是吧？再不做他的奴隶了，不跟他跑了。以前有我在那里，嗯，跟着他跑，现在我没了，你还跟他跑？你不再不会那么傻了，再跟他跑。